来，你好，上啥？两个细的。啥个料？使劲。来，二十年大的。有个汤。来，二十。那辣太多了。好。好了，下啥？二十年大的。这个一个二十大的。来汤，还能吃饭啊？对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虎三，好久又没有吃牛肉面了，今天咱们去吃牛肉面。今天来到了兰州的摊尖子啊，在这附近呢，咱们的粉丝朋友又推荐了一家好吃的牛肉面，今天中午咱们就一起过去看一看。这个位置其实城关万达广场一直向西走，到了摊尖子这个十字，然后从这儿过来再往前走。应当就到了，导航显示呢就在跟前。咱们兰州呢好吃的传统的老味道的牛肉面啊，一般都藏在这种背街小巷里边。咱们从这儿过来的时候，咱们看到这家店就是这家丁先生传统牛肉面。哇，这店面很不错，里边吃面的人很多。咱们进来看一下。好大的店面呀！是我的吗？对，一个三细，两有一四。四的，细的辣椒锅，多一点啊，后面会出锅的嘛。再来一点，好。哇，辣椒好多哦，好能吃辣呀！这辣椒是不是挺香的？是的。美女经常来吃吗？嗯。这家味道你觉得咋样呀？还不错啊，对对对，来30，好，两碗面，来吃一下啥？细面吗？二细，二十小面。来两个细的面好了，来下啥？一二两三，一二两三，对，两三打下。咱二十年打啊。那就说这三个粗面的。来两个三十，我手里这个面多的啊。咱们看一下咱们这儿这素凉面啊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喜欢吃这个素凉面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。这边是咱们的这个素卤子啊，这咱们兰州的朋友非常喜欢的口味。好，然后看下来继续调味，调上蒜泥。这边是芥末，我老兰州的芥末，芥末。这是咱们的芝麻酱，辣。这边是油泼辣子，多香啊！好，漂亮。还有咱们的香醋，再放上芹菜丁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啊。对，我给你整肉一点还有一些。哦，肉肥瘦相间，看着不错啊。漂亮啊。又揉了一坨面，刚才那一块面我看做了大概有个三四十个面剂子，现在继续在这儿和面。好，这就是一块面，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师傅称面剂子的。好，捞面，再出一封面，这也是跟带走的，哎，带走的人还挺多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咱们的牛肉面已经上桌了啊。它这牛肉面一碗面是8块，这牛肉是10块，鸡蛋一个是2块，小菜一个是3块，这些呢总共是23块啊。这就是咱们今天中午的午饭。咱们二细的这个牛肉面，再把面往起来挑一下。咱们先尝口这个汤。再来一口，
哇，这个牛肉汤喝出了这个咱们牛肉面老味道的这种感觉。先来口面，这个面条还是相当的劲道。二星的面本身比较粗，它这个碱味的面配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牛肉汤呢，这个是相当完美啊。咱把咱们这份牛肉也是泡这个汤里吃，这个牛肉它装在这样一个长的铁盘里边，哦，好，压到油泼辣子下面泡一泡。这牛肉面现在就是特别烫，这个牛肉有这个酱味儿，酱牛肉。再来一口，咱把这个鸡蛋也搞里头。这家这个油泼辣子是真香呀，我感觉这个牛肉啊，把这个油泼辣子这个汁儿吸上之后啊，是相当有感觉。鸡蛋，这是这个小菜是个三拼，有这个泡菜，还有紫甘蓝，还有这个花心萝卜。还挺爽口的，